你好，王先生。哎，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王先生，那你这边方便出来做查询做取消吗？好啊。我现在哦，我现在还在忙哎，不然我先跟你，我先跟你说了，还是我请，还是我叫兆丰的银行在联专员在联络我。啊，你说什么了？兆丰的银行专员联络我，联络你什么了？联络我，因为我不对这个事情有一点疑问啊。就是说您需要委托兆丰的来帮你做联络是吗？对，我在，好，我现在可以去 ATM， 你等我一下，我现在在走了。好，那您单程过去到那边多久时间呢？大概在五分钟。喂嘿。哎，您这边有到了是吧？哎，你到了。好，那您现在做一下，用您的金融卡去做一下余额查询。那我们做余额查询，那最后我会问你说是否有明细表，然后你就把简单的明细表念下来。简单来说，这一张明细表就是王先生的金额取消这个十二点一的一个重要凭证，了解吗？哎呦，靠！啊，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我没有带到银行卡片。我放在家里，啊、我没有带到银行的卡片，我放在家里，我等一下回去拿一下。你给我假消的，家己。啊？你给我假消的。什么假消？你给我假我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银行卡片没有带到啊，然后我现在回家拿，你等我一下。好，那要多久？再两分钟，我走过去很快啊。哎，啊你怎么称呼啊？我毕姓杨，木易杨。哦，你姓？编号00379A。哦，现在都还有编号这样子是不是？好了，王先生，你这边到底有没有拿到了呢？等一下，我再走了，我已经在走，啊、你不要去。注意安全，你先不用讲话，没有关系。等一下，你有什么问题到机台那边你查询到，有什么问题有扩大款项的话，你跟我讲就可以了。哦，好。喂，杨先生，我查询好了。查询到明细表没有念下来？有，我里面的要跟你说余额吗？还是不用？您这边明细表帮我看一下时间，给你打印几点几分？几点？你说点什么几点几分？对。你什么什么分？分手？不是，什么分？时间几点几分？你说现在吗？现在的高点你要切啊，9:27啊。好，我会帮你登记，没有关系。好，那你看明细表下一个男的，他有个金办机机号，他给你打印什么？什么机机号？金办机机号、机台号码、机台 ID 啊、哦，机台 ID 是不是？有什么金机号？吓死！机号，他说0049587877多少？你是0049587877？你说多少了？他说0049587877嘛。您是在哪个机台做的查询？哪个金融机构的？这个是中国信托银行的啦。中国信托是吗？对啊，他们码2468八个码，八码嘛，八码。好，那你目前查询下来有没有给你扣到款项呢？我现在看没有。好，那没有的话，你帮我看一下可用余额数字，帮你来多少？因为我要从你报过来的可用余额数字帮你做一个登记。如果我们今天帮你取消12:15过后，如果系统能再重新掌握上给你扣。哦，好，哇，你一次讲那么长都不会去答，蛮厉害的啊。我里面还有个十百千万十万，我还有10100块。10100块哎，你好有钱哦！哪有钱？在我的辛辛苦苦赚的钱，那我好有钱。辛辛苦苦赚的，那、啊、就血汗钱呐、啊，对，哎，血汗钱嘞，血汗钱，嘿啊！那你要跟我解王到底是？哈？你要跟我装疯卖傻到什么时候？我没有装疯卖傻，你要多你不是叫我做这个事啊？10100啊！你可要跟我装疯卖傻到什么时候？我没有装疯卖傻，我只是想要跟你啊！你不是叫我做啊？你们自己商家的问题，怎么有什么什么装疯卖傻？你知道了吗？啊？你家着火了，你有回去看吗？我家着火了，这样给？没有啦，我家怎么可能着火？你不要诅咒嘞，你刚刚嘞？